就是我哋可以能夠幫到人。其實呢行生意好得意嘅，你唔係淨係買賣，好似喺入到超市你買完啲嘢就走。我哋會有好多機會同啲客人接觸嘅，除咗我哋會解釋貨品裏面嘅需要嘅一啲常識之外啦，即係點樣用佢啦。咁但係另外一方面，我都會教下佢哋選擇啲咩嘅貨品係最好嘅，因為我哋揀嘅貨品咧都有好多種，但係我哋好希望咧嗰啲貨品係好適合喺呢、這個即係呢度嘅地本土嘅人使用嘅。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幫到人咧就可以幫到自己。咁所以如果當我能夠去滿足我嘅需要，就係基本上面我嘅收入，而另外一方面就係要去幫到其他人，而呢啲幫人嘅方法就係用我嘅貨品啦，同埋用我嘅經驗啦，加上或者係一啲人情味。